Hello，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这台面试报图。那我先看一下它多少钱。面试报图。OK，如果你有折扣价的话是432万，那如果你有钱的话可以直接购买574万5600块。哈哈哈，好贵啊，500多万，OK 啦。那我们就先去改车喽。哇，车头灯会直接打开欸，啊，不能弄个，不会亮，要出去才会亮。哦，一出来就下雨了。哦，你看大灯收起来，大灯收起来，哈哈哈。霹雳车，啾啾，大灯收起来，OK。我们先去最近的那个改车王。那因为我这台车已经改过了，我想说给它换个颜色。这台车有个好处就是，它可以跳，然后它可以有降落伞。然后它也可以发射飞弹跟子弹，按那个，如果是 PC 玩家的话，按那个切换武器，它其实就跟飞机一样。那如果是 PS 的话，就按方块，可以切换机关枪，然后飞弹，还有那个无导航的飞弹，就跟飞机一模一样。那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当你在行进中或是你停止状态的时候，按 L2，就是它会跳起来，然后按叉叉。就会开降落伞，就是当你在很高的时候，如果前方有那个跳台魔堡，就是你可以飞很高的时候，然后你踩上去之后呢，按跳，再按这个降落伞，它就可以用滑翔的方式。当然，它如果勾到东西的时候，它就掉下来了。那我们就先去改车吧。耶，完好无缺。哇，修理载具要6000块，钱不够多的话就很多钱了，一下就没了。这个护具啊，护具，然后刹车、引擎，哦，它有那个咻咻的声音诶。哇，有吗？有听到吗？咻咻，OK，前面那几个我都改到最好的，然后喇叭我是用这个啦，圣地。那车灯的话，车灯也有改，套件颜色，其实我还蛮喜欢它原本的黑色，所以我不晓得我的那个车灯要用我还是用原来的白色好了，因为它其实没有黑色可以选吧？有黑光诶，黑光其实有点像蓝色。白色如果配黑色的车子有点怪，说。啊，我知道，红色跟黑色，那我的下面的副色调用。红色看看，黑色、红色，对不对？有红色搭配灯光的话，就不会有很怪的感觉。虽然说整体的配色还行啊，还行。OK，那炫调系统我是用最好的，变速箱、涡轮。车轮我是用那个越野车轮胎款是用客制化的，因为我觉得加上白色刺在上面的时候会有点缀的感觉。
强化胎，因为我上次做任务的时候没有改它，然后车轮胎变压射破了，整个就是任务失败这样子，所以我这次还是把它改好看一点，然后改就是强化它啦。那如果你是用因为我们 PS4 版的，它可以在改装工厂里面，我可以再按下这个 L2， 它会有引擎的声音。PC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啦。OK， 然后车窗类型我是选淡色啦，因为太深的话就其实也可以啦，只是觉得淡一点就好了，可以看到里面的样子，所以淡色系。那无的话也是可以啦，就其实也还不错看啦，但我比较喜欢淡色。OK， 那先这样咯。这样其实还 OK 啦，不差，只是下雨很烦而已。直接跳过它。把那个灯撞掉了，我是开过头啦，好远哦！真的耶！如果倒车再突然加速的话，它没有那么灵敏的可以加速，好像还要再，就是它不是很快，就是如果先倒后退，然后突然加速。我会停顿一下，我本来想说我按错按键了，好咯，开回去咯。